是个帅哥。崔智友神秘老公真实身份曝光，小十二岁女神高个子竟在网民一定要白头偕老。 by Diane L 2018年3月4日 at 下午3点59分。韩国女神演员崔智友3月底突然宣布结婚，不仅粉丝不知情，连经纪公司娱乐也是一阵错愕。她事后公布亲手信，表示对方是圈外人，想和家人一起低调举行婚礼，因此特别小心翼翼。不过近日男方身份还是曝光了。崔智友婚讯曝光后曾表示老公是一般上班族。三日据 Dispatch 报道，有消息人士指出，男方是一间 IT 公司的职员，是位高个子帅哥，虽不清楚确切年龄，但大约30多岁，夫妻俩年龄差最大可能相差了12岁。事实上，崔智友老公早在年初就向她求婚，两人保密功夫做到滴水不漏，只有身边几位好朋友知道婚事，为了保护对方及其家人，一直隐瞒到婚礼当天才透过亲笔信证实，并且透过经纪公司曝光婚纱照分享喜悦。照片中她穿着气质白纱，头发简单扎个马尾，长度至腰部的头纱自然垂落，后方则是绿色植物搭配白色鲜花点缀的布景，画面简朴却特别高雅。